现在小年轻啊，真是的，刚才来卖个风扇，搁着他一块钱，他还不卖，是不是扔了都不给我？你看，现在小孩多任性，都扔了，真扔了。婉儿，过来。什么事儿，弄姐？刚才那小伙把那风扇扔了，你捡来。嗯，好嘞。给一块钱他也不卖，咱拆拆看能值多少钱。这个风扇假如是一块钱收的话，我给大家拆一下，看看到底能卖多少钱。这个风扇哈，基本上就是十个能有九个是铝的。这个线是可以忽略不计的，这个东西里头还是铝的，是可以当铁卖。接下来给大家称一下，看看能值多少钱。一斤就是一市斤，一斤是九毛，能卖九毛钱。这个再来称一下这个铁是多少啊，二斤六两，七毛钱一斤，能卖上一块八毛钱，一块八。那个塑料是九毛，加一起是两块七，拆了半天才挣了一块七毛钱。大人们，你说我这一块钱收合理吗？哎，现在买一个新的嘛都得一百多，要是卖的话一块钱他还觉着不值。大人们互相理解吧。